像是明星，怎么对待粉丝差距就那么大？没时间跟你们耗，闪开。周杰琼和街机的粉丝互动，这个态度是真的不错。你为什么需要才会来？我还是等那个故宫先生吧。刘浩存机场偶遇粉丝要签名，瞄了一眼就直接扭头。别人都是粉丝追着偶像要签名，只有胡歌是主动给粉丝签名的。我是谁？别着急。谁的笔啊？拍照呢？杨幂和粉丝的见面会现场，不但吐槽道具土，甚至连拍照都不愿露脸。这好土哦！你们怎么会拿这么土的东西啊？挡住脸，这样大家就不知道是我拿这么土的东西来。工作人员看都不看一眼的信，可热巴却回头去接了。看到热巴开窗的那一刻，真是瞬间破防了。他不开窗的。惊喜看到保镖对粉丝上手时，也会出手制止。他们也是可以保护粉丝的。太不尊重人了，你一直在撞人。以后不要让我在机场再看到你。红格子衣服那个男的。高兴点。而宋茜为了不挡住粉丝的镜头，直接跪在地上和粉丝合影。当张颂文老师被粉丝接机时，没关系，你自己自在就行。那种略显局促又小心翼翼的绅士，果然真诚就是最大的必杀技。